哎，没让爱知道的。当我们开始上市的那一天起，你所有的模样都已经存在我的脑海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玉。今天我要吐槽我家的 WiFi， 烂的，我的天啊，啊，太卡了！你们看就知道有多卡了。开局都还好好的 ，Jeez， 导演放快，开始卡了。不过这时候卡的程度还好。这时我开始崩溃了，可是我忍了。然后有人，我吓得叫妈妈。我本来想进水里面蒙混过关，可是我发现进不去水。还好队友及时打死他了。我本来想舔包，可是队友拿了就不用了。去房子收点物资吧。M762盒和背包。Nice， 去找二级头和一级甲。Nas 二级头，然后接着让我崩溃的东西又来了，卡了，致命的卡。报告总部太卡了，手机内部接受不了，先放警报声。然后我就卡了个 bug， 我们的身体会转得太用力，竟然跟我用一样的子弹，7.62 毫米子弹。到了这里，我差点被气死。这时，我敏锐的直觉感觉到卡了。接着因为卡到让我哭的时候，卡到被赶出了战场。
你们看，十发变成八发，我直接暴走五换成 LAM 冲锋枪。你们注意看，如果队友不动了，就代表我卡了，或者队友一直穿越。拜拜，我想把这游戏删了。是的，你们没看错，又卡了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没法玩，我不打了。我不打了，我退了，我崩溃了，真的。我他妈这是什么烂 WiFi？ 不好意思，我太生气了，直接骂出口。我都想自雷了，但是必须有人跟我什么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和订阅。